阶段各位 ，reporter 解谜题五取一而已，加油！写板题答错就扣你5%，5%，好，每一个人100%，扣你5%，20%了哈。来，请出题。厉害啦！这个不可能不会。终于鼓起勇气向他表白我的心。歌名他对我总是不理不睬，继续讲着他的大哥大。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但他始终没看到我。来了，超红超红，那是歌名要小心哦。歌名要小心。没关系，你就写三，因为不太确定嘛。要小心三。也没有啊，就写嘛。一，请亮答案。世界名曲。对。哦。小姐。小姐。小姐。有点送分了啦。先跟我说过，在这一张专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的国中和高中所有的每个人的偶像都是吴宗宪。对，然后呢，你知道旁边这一位刚才说音乐一下莫文蔚的，莫文蔚的，其实我讲话嘛，哎，歌还是有点像莫文蔚的那个，后来又改了，白开白开水，开水，白面包，一开始啦，一开始，后来就知道了。曼轩一见面就知道，因为一开始前面有一点点像，有点像台语歌。我刚才想说会不会是含泪跳下来，结果后面听到后面就没有。竟然包了歌，讲的这么四不像，不是，我说他前面几个音有一点点像，但是后面就跑一秒钟的犹豫，就后面立马跑出来。必须填两组答对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。这醉在哪？这醉在哪？我也看着花红台，对着你卡波红台。这要听下去吗？我着你走路，心里开怀。哎呦喂啦，哎呦喂啦，哎呦，呀到我心花开。头前的小姐在去倒位？你慢慢行，我念你来去。小等一下，小等一下，全世界只爱你一个。等等等，差一点出来。等等等等，提示到这边。三等等，太久了啦。二，一，请亮答案。啊，等一下，500。沙丢力，沙丢力，哦，是不对的。来，一起，这种歌最适合国币演唱。好来，一起来演唱《沙丢力》呗 ，Let's go。河流的清苦风情美丽，温柔的头发随风在飞。哎呦喂啊，哎呦喂啊，伊甲我心花开，整个身边甲风风火火，一个人完全有分无体，无人嫁啦，无人嫁啦，我就失去了控制。你看那个 keyword 一出来就应该要会唱，对。但歌唱好像没有在唱这种歌了哈，还很少。歌唱比较不是，中有比较抒情。歌唱比赛都要唱一些比较慢歌，感觉感情比较有的，感染力很强的。对，所以你看套一句以前常讲的话，选歌很重要，没有错。差一点被你弄去，当然偷梗。好，下面一题。